你们知道吗？在怡保啊，刚刚开张了一间烧鸭店。啊？那也是烧鸭店？咖啡店那个吗？是嘞。Kodak Coffee Shop。哦，这间哦。啊。Kodak 啊。啊。宠物鸭 ，OK， 跟我们去看。这间就是我们怡保的烧鸭店了。哦，原来是这种鸭，做烧鸭饭好料喂。有咩食啊？有主打系有 smoothie， 有抹茶，有 coffee， 呢个朱古力食方面系狂张，诶，同埋蛋糕。咁喺度都系用嗰个鸭嚟做啦。系以鸭为主题。鸭血咯。系啦，我系咖啡。那系 Spanish latte， 有热有冻。有冻咗。冻咗 ，OK。系咩？你要什么？跟我一样，两杯啊。两杯。嗯。是的，你要是可酸吗？啊，可以试看喽。推荐你这个 marshmallow chocolate 可酸，可以吗？可以 ，OK。好，要吃蛋糕吗？蛋糕这里鸭蛋。鸭蛋了 ，OK， 试试看。好，鸭蛋走形的蛋糕。我可以加一个 chicken 两个 popcorn 可酸。什么 chicken 也买鸭没？鸭 popcorn 吗？鸭 popcorn。没研究出来。没研究出来。要 chef 研究啊。OK OK。等下我访问你。好。味道怎样？很浓哦，巧克力味。他们这个不一样。它外面呢很多是好像那个白巧克力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可颂。啊 ？Marshmallow 可颂。Marshmallow 可颂。可颂。啊，是随便的。我不会讲英文了，牛角包。啊，牛角包。吃一口巧克力，要配一口咖啡 ，perfect。佢系中人嘅咩？中人嗰人我啊，大哥，中人嗰只系我，边系鸭手直？你直咧，佢有个位企啊，企得平咧，佢就唔喐啊。我哋唔走啊！咩名啊？初一，初一，初一十五。大佬冇事啊，喂，大佬，你不要冧头啊！福建有啲事要陪你啊，兄弟啊，好啊，走地鸭，现在给你们看走地鸭 ，OK， go。Go 老板私人醒的这个 Rose Tea 玫瑰茶，头先我食嘅呢个好甜噶嘛，因为我下边呢个即话嚟嘅。啊，嗰啲系 chocolate base 嘅，呢个系 mango puree， 呢个系白色嘅 chocolate 加埋 brownies， 我都系dark chocolate brownies。我哋有lemon cheese 啊 ，mango 咯，同 coffee 咯，每日都会换咯，但系我哋嘅主题嘅鸭系日日有嘅。这次拿来做红烧，好吃红烧。公同乸咧睇个尾又，你睇尾一条尾啊，一个圈嘅，呢个冇圈噶嘛。乸嘅叫大声啲，公嘅大只多少，跟住睇个头咯 ，V 字型嘅咧，公腰咧。就乸，大家識得佢冇？大 Lucas 嘛，啱啱一齊搞科幣方啊嘛，老威車元老，老威車，而家唔搞車搞鴨，而家到就係好最新嘅打卡方，係記得嚟打卡。老細如果歡喜嘅話，咪送隻俾你咯，咁係咯，歡喜嘅話啊。如果你中意嘅话，你可以同老细讲卖几只翻去咁咯。金黄红鸭啊，我哋自己 breeder， 原产地荷兰，呢啲系马来西亚 ID 嘅，唔会臭，唔会臭，唔会臭嘅，嗯，好香嘅，香香，好鸭味啊，可以带入巴嘅，系咩？系，试下嚟咯，嚟啊，按多啲，帮你烧鸠佢啊！喂，飞机，冇咗我鸭啊！头先俾翻你咗咩？边度啊？唔知俾翻你咗？搞错啊！我哋又飞咗噶，我哋又啊！我头先俾翻你咗嘅，搵下你，嘅翻咗先啦。OK。啊，没有理由啊！刚才那个鸭我已经还给他了，对吗？怎么不进去了？哦，原来在你这边，在帮你收起来。闻下吗？